就是。哦，华中科技大学，温哥华校友会。这个海的背景。啊，周伟东，太美了。哎呀。哎，小帅哥，你好。大帅哥，你好，你好。哇，这个今天双炮筒啊，啊，在哪里？高会长，你好。下午下雨。心烦，下午下雨，下没雨。心烦，两点开始下雨。但不一定，我看今天不走。哎呦，老唐啊，小帅哥。哎呦，这大帅哥你好。你的太太呢？他今天他那边有事。哎，你好。你们自己是什么意思？对，男女搭配干很不累。所以嘛，你就去鲜肉，小鲜肉啊。陈思你好，小学生你好。你们好，你们两个是一个小鲜肉，一个是大美女，两个都是免费送拥抱的是吧？是的，是的。来一个吗？免费啥？我是，他不是，他收费。送拥抱。啊，拥抱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买五送一。买五送一。啊，跟我。那你还是不还一个送亲吻的？你不曾犹豫。邓伟波，看看你的胸，别崩了啊！不，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华中科技大学，是，你要是有一件华中工学院的 T 恤就好了，还有军功章。哎，我们原来有华中工学院的 T 恤。今天那个王斌过来嘛，我就说他应该找叫他过来，让他带两百套美人。对对对对对对啊！来。哎呦，这肉好啊，这牛肉。你昨天晚上腌的？昨天腌了一天了。对，昨天腌的，昨天下午腌的。我下午腌的，辛苦了。但是你没有辣椒吧？没有放辣椒，这个是就是甜甜的。甜的。甜的不是甜的，甜咸的。甜咸的。用韩国酱做的。哦，要是对这边也有辣椒粉，也可以放辣椒。要一个。跟我来的照顾来辣椒粉怎么样？好的，好的，好的。特殊申请。好的，谢谢啊。好的，没事。你来帮忙？哎，你哪里人？江西人是吧？没有，我是河南洛阳。河南的。河南洛阳的，我去吃辣椒。吃辣的，吃辣，吃辣。哦，我去拿一个给你吃。谢谢啊。哎呀，我觉得我这次读的很出色。哎呀，一开始走，后来我……哦，这鸡翅啊。都先腌好的是吧？对。两个烤炉你不？
好哎。哦，这小两口又来了啊！小两口，你想要我来嘛？哦，就是想你来，想你了。还有我那个去年吃了你的肉，好吃啊，还想你。他这个人都随便吃的，不能随便吃的了。啊？那不能随便吃的。这个给他补充完。这话说的。你烤的肉。对。不是那个三秒。无名，我们的摄影师总是跟女漂亮女生在一起的，啊，事情不用烦，哦，那就好，有机会了啊，大宝。多加点辣椒，哎，好了，老弟，太好了。哦，直接按摩是吧？哎呦，这还按摩？不是不是，是吧？谁说的？啊？华工为什么叫学代华工？啊，这边女孩子太少了，我们只能学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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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嘞，没有女孩子干脆去学习嘛。对啊。对。你买了没有？没有的，买了三个小时到两点。三个小时是多少钱？十块。哇，这个真是不会那个。不知道的，这简单，怎么不看？小鲜肉，哎哇，这个是小鲜肉吧？这也是小鲜肉吧？对对对，挡不住的诱惑呀！挡不住的诱惑啊！这就是要标五韩话是吧？我的武汉话。这还想学呀？马河南的。河南的。河南。哦，老毕跟老毕是老乡。郑州。对。在洛阳上班。啊，不是那温县的太极拳，哎、太极拳的老来两手，毕竟洛阳的吗？对啊，我们的陈家沟，陈家沟就是我们县的。所以不要抽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校友会来到来到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里的 parking 啊，都是要自己付费的。就别人回头在这玩了一天，发现有张罚单的就不好了，要把自己的手。所以这边摆的动作，你的 pose 更不更好吗？摆个 pose。对呀、啊，就是啊，哎呀，好啊。正好有气球哎。气球给拿掉。气球拿掉吧。华中科技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好，太好了，好了，小伙子太美了。
就问。你好，你好，你好，唐少。哎呦，唐少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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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咱们有个来往啊，这个。对。我。我有年轻。他是救援，我是丰州的，所以为什么呢？我家在郑州。一个人来的？是吧？哎呦！我们请东区的负责人郑师兄到这个签到台来一下，然后我们请南区的负责人毕导到签到台来一下，西区的周伟东校友请到签到台来一下。我旁边的我们是西区的，等一下我们一起看口号。我们是富人区。邓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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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昨天看到你的名字了啊！啊，武汉武大校友会会长。邓奇，哇塞！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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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就在想在这儿找一个老婆，就在这儿就把老婆找到了，你知道吗？这叫学校太难了，梦想成真。对，温哥华是你梦想成真的地方。然后我找完老婆之后，我碰到小佳，我又后悔了。这很正常，这么快就找到了呢，是不是？这很正常。好吗？大家现在听我的指令，我们大家共同向前迈三大步 ，please， 三大步。各位亲爱的校友，大家好。各位亲爱的亲人，大家好。我们想死你们了，眼泪都没有。我是一三级的 NBA 小佳。我是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口技校999级徐谷。哦，帅哥，徐帅哥。这个在华中科技大学温哥华校友会的多年组织和精心安排下，我们要给加拿大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加把劲。哎，此一条由大鹏校友倾情赞助啊！就是那个拿着大炮给大家老是到处打打打打打，他就是条广告的赞助人。汤姆里琴行给我们赞助的这些音响设备，没有他们，我今天估计得喝胖大海了。在此。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呢，哇，总是把最重要的留给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华诞即将到来，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响应人民的号召，响应校友总会的号召，
在温哥华这样一个美丽的海外城市，以一个海外游子炽热的爱国之心，祝愿这次温哥华华科校友会夏日 BBQ 隆重开始。首先呢，我们先有请高崇德师兄啊，我们的会长来致辞。高师兄，他总是最忙的一个人，买单最快，买菜最快，就是吃饭最慢。尊敬的来宾，亲爱的校友及亲属们，大家早上好。背不下来。温哥华的夏天，人间很宜人，斯坦利公园世间很美丽。今天我们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们，在这人世间美好的地方相聚相识，共诉母校学习情谊，畅谈工作生活未来，真是幸福快乐无比。借此，我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温哥华校友会理事，向全体在聚聚会人员表示真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我还要再次转告王东理事长会长的亲切问候关怀，因为天不测风云，近日虽然他早计划今日参会，可近日北京气候异常突变，他的航班延误到18号，他稍后会在校友会大群发红包以示心意。那红包得发大一点哦。在过去3个月里，理事们不失时机地定留活动场地、宣传计划、安排活动节目、张罗着烧烤、饮食等等。让我们感动的是，有很多校友为聚会一呼百应，食品组有主动购买炉子为聚会用，有人承担着各种食品的采购制作等，还有节目组利用周末时间集体练习彩排，为校友提供精彩的演出。在此，我代表校友们向你们理事们、义工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深深的感谢。最后，祝大家交流互动热络，节目表演精彩，饮食吃饱吃好，活动交通安全。谢谢大家。下面呢，我们在我们华科大校友会有一个多年默默付出的很多人，但是呢，这个人呢是有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想不到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发现烤东西的盐没带，他可以在半路上就掉回头去就把盐买过来，他就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名誉会长韩中海校友跟我们讲两句。谢谢谢谢。首先更正一遍啊，更正一个事，这个盐不是我买的啊，是咱们的师妹叫爱丽丝沈师妹，我在车停到路边，她就赶快去买了盐，这样啊。谢谢谢谢。没有盐咋能吃 BBQ 呢？还有辣椒面，还有辣椒面，还有孜然啊，不是，我是懂规矩的，我也知道潜规则。如果我绝对不能讲话，你不能毁了我一世的清明啊！我的名字还是，我说我作为退下来会长，我绝对不能讲话，但是介绍情况还是可以的。所以我现在今天是介绍情况，介绍的不是介绍嘉宾，我们先介绍家人啊，先介绍家人。我们远方来的家人飞了啊十几个小时飞过来的，我们校友总会的王斌老师，也是我们的王斌小师弟啊，欢迎欢迎，双重身份啊，一个身份是我们校友总会的老师王老师，第二个身份是我们小师弟10级的最年轻的师弟王老师，好帅啊！来，前面来，王老师，这边来，
王老师不要紧张，我们这是校友的家。对对对，你说两句啊。你从我讲话你都知道该怎么随便讲，怎么随便讲，讲到哪都可以啊。好，好，欢迎。哦，你讲。好，话筒 OK。这个各位师兄师姐，家人们，大家好，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王斌。10级本科，14级硕士，16年才从学校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学校校友办工作，然后应该算是一个面相有点老的新鲜出炉的小师弟。然后首先我想说的是呢，就是校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温哥华校友会呢是我们华科大校友在温村的家，这两句话呢百闻不如今天一见。今天这个校友们的这种温馨温暖，就像西雅图的，不是西雅图啊，像温哥华的空气一样，天气一样宜人，让人舒服。然后呢，我今天其实来之前韩师兄说让你要讲两句，我其实有点惭愧的。这个那我就作为一个面相有点老的新鲜出炉的小师弟，汇报一下这个学校这两年的一些新成绩，好不好？好，好，好，这个因为我来的有点仓促，也没有拿稿子，想哪说到哪，讲的不对的地方呢请大家批评。首先呢，第一点，我们刷爆了朋友圈的我们华科有多大，进入地铁时代的华中大呢，我们从东到西5站装不下，走了十几站呢之后呢才发现还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到了。所以我们的这个2号线呢被称为我们的最牛校车，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其他的高校都还没有的，尤其是我们的有校某某大学还是很羡慕的。我马上都有戏，放心，我准备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引以为傲的是，我们在今年的最好大学排行榜当中呢，我们进入了历史性的和南京大学并列进入了第7名，这个也是取得了一个很骄人的成绩。然后再次呢，是我们都说校友是我们的家人，现在学校在讲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校友，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校友工作能够提前，能够让大家这个心里好像对以前学校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或者是不如意的，这个根叔讲，母校就是你一天骂他8遍也不允许他骂别人骂他1遍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想呢，能够让这个骂8遍变得少一点，骂6遍，骂5遍，那所以呢这个骂声就是我们这学校这个努力的方向。然后我们呢今年这个学校毕业生，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在这个最佳受这个雇主评价奖，今年算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呢，在用人单位里头，这个评价在全世界高校中排名第1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骄人的成绩，这个也离不开这个所有的校友共同的努力。然后呢，我其实还要说的是感谢，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们的温哥华校友会其实来说是看过的，这个我们现在有96家，各地的院系的校友会。其实能像这个温哥华校友会这样能够团结有为开心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们也有啊，所以我们就也很希望我们能够把这种氛围能够感染给更多的全球各地的校友会。然后这个离不开呢一直以来像韩师兄，包括现在的这个王东会长，还有大鹏师兄等等高师兄，这么多一直以来对这个校友会那么无私的奉献啊，能够投入精力投入时间等等啊，投入了更多了。然后我们的这种夏季活动，我们的春节联欢，我们的高尔夫活动，我们等等等等，我们其实在虽然天各一方啊，我们很希望能够大家的面孔，听到大家的声音。所以呢这个我这个想说的很多，然后这个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欢迎各位师兄师姐带着家属在方便的时间回到学校去。这个是，那么刚才我下边了，我暂时夺了你们两个权哈，
我下边呢，我就所讲的话都跟着王老师所讲的话呢引出来。刚才他说口误，说成西雅图，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西雅图是我们的邻居，西雅图华科大西雅图的校友会也是也是去年成立了，而怕他这次才专门校友会还派了理事，我们顾约师弟专门从西雅图来参加，来，顾约师弟亮亮相，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西雅图校友会，是韩师兄去年的时候到西雅图工作，帮我们，建立了西雅图校友会。之前呢，我也来参加过这个温哥华校友会的几次活动，觉得非常非常好。韩师兄呢，把这种模式带到了西雅图去，然后呢，我们西雅图校友会现在呢，也开始有活动，有很多的这个校友都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很快也会在西雅图搞这个夏季的活动，到时候呢，欢迎大家去西雅图参加。好，再说谢谢。这个这个文件呢，偷偷的发到西雅图的那个理事会里边，他们说，哎呀，模板来了，哈，好。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远方的亲人，我们尽管为什么要把这个嘉宾放后边，先把因为家人呢先请进来。我们还有一个专程从武汉过来的师兄吧，这应该是叫王虎教授，来，王虎教授，欢迎，欢迎。我们是一届的啊，很有幸啊，谢谢大家啊，我叫王虎，是华中工学院自动化791软件793，读了两个班，啊，后来又在管理学院读了个博士，啊，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带着家人从武汉飞到这个加拿大过来旅游。啊，我们这个高会长呢，这前天我到这边来，高会长就说我们正好有一个校友会的活动，说要我来参加一下。我说，哎，这个挺好。我到这，我确实感觉到认识了这么多的这个校友，啊，感觉这个我们温哥华的这个校友会确实办得非常非常的好。实际上我们在国内，我们的校友的活动有时候开展的还不如在海外的这些校友，这个活动开展的这么，有声有色。啊，也希望呢，海外的校友们呢，能够经常的回到国内啊。我也在武汉啊。刚才我们这个王老师，我们一起来这个等待大家，同时呢，也预祝也祝各位校友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事业兴旺。谢谢大家。好，谢谢、王虎师兄啊，王教授，王博导，这是我们华科的骄傲。那么还是我用这个王老师的话，我今天接他的在路上，我给他介绍这边情况，介绍 UBC， 当时他说这 UBC 也不错，我说什么叫也不错？UBC 是这儿的唯一，不是说没有争议的哈，但不，他当时就说，那他是不是在像武汉那样的啊、华科或者武大啊，这样要争谁是第一？我说是啊。这个华科和武大确实难分伯仲，但是呢，有时候要争一争啊，但是有时候要联合，特别是那个余家山的松柏树那么挺拔，那个骆家山的那个樱花那么美丽，然后就说了，余家山的这个松柏和骆家山的那个樱花，这是绝配呀、啊！那么你看我们师兄笑得多美，我们就有这个这个华科取武大的这样的例子。那这里至少有好多好多，就是华科男取武大女，这是绝配。那么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这个亲家请过来了，我们武大的校友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来。邓会长，黄副会长，来，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亲家啊！突然发现韩师兄的这个口味很重啊！亲家也是男的呀？亲家完全可以了，可以了。亲家公，亲家公，
大家好，华工的校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校友会的会长，我叫邓石，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你们的高会长啊，还有韩会长啊，还有我们的李秘书长在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特别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大家都知道武大和华工嘛，就是在武汉的是可以说是双子座院的，然后呢我们有历史的渊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刚才说到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亲家的关系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戏都是说像华工很多某些戏都是武大的人去创建的，或者武大的某些戏也是华工的人来创建的，所以说呢我李子已经分，可以说武大和华工呢，你说是姊妹也好兄弟也好，或者说都可以了，或者说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来到了海外，更加在温哥华这个地方，这个美丽的城市，我们能够也算是有缘分。就我个人嘛，我也是觉得我是武大毕业以后跟华工的人也特别有缘分，在今天我都特别能看到像我的老同事像唐少，就是实际上跟我在中国是我们在一个公司工作，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你看。然后呢来到这里以后，我在那个 Translink 工作，然后我发现我又跟你们华工的又一个同事了，你们的那个刘朵朵吧，是你们的歌唱家，跟我是一个单位的，又是今天到没到？在啊，你好。所以说我个人嘛，然后呢我在打桥牌的时候也能碰到你们华工的，你看像那个我们都是打牌的桥友啊，然后爬山呢也能碰到是华科的，所以说呢我的个人爱好也总是能和华科的校友能够碰到有相同爱好的人，所以说我个人也比较有感慨了，就是说我们武大华工啊总是有缘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走到一起，所以说呢我也希望今天有机会来这里呢，我也来学习一下我们华科的那个校友会，确实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搞得很好。我们武大呢也就成立的比较晚一些，整个武大校友会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以后也我相信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联合搞活动，正好我们刚才也说了有那个武大的桂樱花和你们玉家山的松柏嘛，我们是相得益彰结合在一起是吧，我们就预祝我们这次活动也搞得很成功，我也预祝我们以后更加的合作，更多的合作，一起来把那个我们的校友办得更好，让我们的更校友感觉到我们家的温暖，和感觉到我们团结的祖国的力量，我们团结的华人在一起的那个更加愈加煽情和弱加情，我们更加的发扬光大，谢谢大家。最后我再占三分钟时间，我就自己再说两句话哈。还是引着王老师在路上说，他说哎呀，这个温哥华校友会啊是确实办得很好，这个是咱们海外校友会这么多，你们是应该是啊是做得很好的，而夸会长特别夸我，你说我值不值得夸呀？值得，哎，我要掌声啊。我作为前任会长，我还是觉得我做得挺好的。说我感谢我那一届的这个叫理事们还有很多义工，还有全体校友的支持，我真的做了，我会长做得不错啊。我为什么能做好呢？是因为我的前任会长戴老师和杨老师他们做得好，所以说呢他们做得好我就跟着去做得好了，那我现在就是说我今天有个主题就是夸会长，实际上会长是代表这一帮子义工，现在呢我们王会长高会长他们这个新一届理事会给他夸夸他们真的很好啊，很辛苦的，那么我就说我们的会长下一届会长还会更好，我们这里没有最好，我们只有更好，一届会比一届好，这就是华工的精神，这就是余家山理工技校的关山口职业技术学院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所以说我们会发扬光大去的。这是说我们这个是
特别是这一届的这个啊理事会，还有这么多义工，啊，都为校友会是尽职尽责。那么再多说一句，啊，我当时啊王老师说，啊，这个洪月华校友会做得好，是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吗？啊，我说，说的基本对，但是关键点还不对。关键点我就一点，温哥华校友会之所以做好，除了我们华科这个实干的精神、坦诚的精神、热爱的精神之外，还有一点，我们这个温哥华校友会没有功利心，没有私心，只有爱心，只有奉献。所以说，如果说任何一个团体他要把自己的私心放进去了，永远干不好。所以说，之所以干好，是大家在这里只有爱心，没有私心，是不是？夸会长，实质上是夸校友会的理事们、义工们，也为我们这个有这么好的校友，还有校友的亲属的支持，感恩，谢谢大家。谢谢。韩会长的讲话，韩会长讲完了以后，我有种感觉，我不敢上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陪你壮壮胆。哎，谢谢。下面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大家相互认识的活动。我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游戏环节，可以请大家再往前站一站，我们聚拢一点啊。后排就坐的像那个圆梦师姐啊，请你们都站过来，站得紧凑一点好吗？来，请大家都站得紧凑一点。围一圈。对。这个活动是这样的，今天的击鼓传花是非常容易来做的。待会儿是谁负责音乐啊？哎呦，那当我说开始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请一个校友上来来决定这个鼓的开始和结束啊？那我们就对，要背对大家，我们要请一位吧。要不我们请王老师。请王老师，王老师太年轻了，真不入场。要请美女，对，音乐听着行。有没有大家？我们就请圆梦吧。好，圆师妹，圆师妹，圆师妹，来，上台来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圆师妹。我们圆师妹永远都是22岁，大学毕业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简单，我们待会儿音乐响起的时候，这个球就一直往这传。哎，那这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闭环？来，我们邓会长，我们跟这边接上好吗？对。那么当这个音乐停止的时候，这个球在谁的手上，就请他往前再走一步，做一个1分钟的自我介绍。假设你不能完成这个1分钟自我介绍，我们两位主持将问你3个问题，你可以2选1，好不好？真心话环节，真心话环节，好不好？那么你可以选择啊，要么做1分钟自我介绍，要么选择回答3个问题。这自我介绍还要精彩啊！大家掌声不热。美女敢说，就是有一个要求，如果你的自我介绍没有得到在场70%以上的人的鼓掌，你这个自我介绍是没有效的。就必须回答我们提出的3个最佳问题。真心话，对，真心话大冒险，好吧？下面我们就请 DJ 开始放音乐，然后对，你交代给他们演一下，不能让他看啊。哎呀，今天这个穿紫色衣服的师妹太有缘了，请你上前一步。站到我们的中间哈，我们的游戏那个球会比到其他的对校友。我们球交给下一位校友。好，请你到前面来，跟我们站到一起好吗？我们一口气选出5位。我们一次性选出5位校友好吗？圆梦师妹，赶紧开始了。停！哇，我说咱华科人就是喜欢师妹，来，赶紧师妹再往前来一个，上前一步，上前一步，对，下一步，对，故意。
归于陷害啊！归陷害，对，归于陷害。前面来，我们到前面来，对。传起来，传起来，快！不能偷看啊，这个不能偷看，不能到时候全是师妹，那会出乱子。开始传起来，传起来。传起来，传起来，传起来！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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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好！停！太好了！啊，我们 ，OK， 来。半纯师妹你好，我们五位已经都审批了，可以吗？可以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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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师妹啊。那么我们小佳，我们是从男士开始还是从女士开始？那两个都被选上了。今天这个男士比较稀缺。女士优先，女士优先。我最喜欢小佳这样的，总是把机会让给男同胞。我很有爱的。对。那么我们先从我们范师妹开始。师妹，师姐，师姐，今天来的都是师妹，太会聊天了这个。那个，我想问一下，您是选择一分钟自我介绍呢，还是选择回答真心话大冒险？我自我介绍吧。行，那可要70%的掌声。我说三二一，您开始啊。有人带了那个 alarm 吗？一分钟时间。我可以自个儿 alarm 呢。啊，可以，可以，准备好。等会儿啊。啊，等会儿，好。哎，还准备了，这什么？二，一，开始。大家好，我是范纯，我是这个原来是陈建学院的，我是87学房管的，啊，今天特别特别高兴，哎，在翁华能找到这么一个这个家的感觉，因为我在浙江校友会也是参加咱们的这个校友活动，也特别积极，啊，特别高兴在这儿。那我呢是这个2014年 landing 在温哥华的，然后我女儿现在多伦多工作，啊，所以我基本上是半年的时间在中国，半年的时间在加拿大，就两边飞，空中飞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个杭州这边也有一个自己做建材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相对比较宽松，比较自由，能够两边兼顾，啊，所以以后我在这边因为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只是晚上要网上工作，所以我白天还是比较空，希望以后多多参加你们的活动，谢谢谢谢，结束。好，时间把握还是很棒。大家觉得能够过关吗？如果能够过关，请鼓掌。给我俩掌声，谢谢谢谢。范师妹这个魅力太大了，这样都能过关呢？你嫌弃我是吧？上70%。好，我们下面请这个。那我归队了呗。好，请范师妹归队。行。我们华科真出美女啊！你说，不吹。江南那个秀丽的女子。然后又来了一位我们武汉的吧，应该是。我湖南人。湖南人那不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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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豆腐我是很喜欢吃的。啊，下面我们请郭师妹来选择是一分钟介绍呢，还是真心话大冒险？那就大冒险，他刚刚介绍，那我就大冒险呗。哎呀，我就喜欢跟你聊天。给这个勇气鼓鼓掌。为他的勇气先给掌声。给掌声没？别太难啊。小佳，你是你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啊？这个问题三个问题，这个问题肯定是男生问的。你先来吧，你有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啊，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师妹啊，好，我想非常郑重的问您一下。OK， 您的初恋今天来了吗？没有。没有。难道没有表情包？第二个问题，他人在哪儿呢？我都忘了。不要不好意思，我们会给你保守秘密的。在家乡，家乡在湖南啊。对，在湖南。Yeah. 最后一个问题，你当年后悔？等一下，你初恋是跟你结婚了吗？
没有啊，后不后悔？三个六八，不后悔。但你肯定后悔没讲一句话吧？嗯，没有，不后悔呀、啊，就无疾而终啊，不懂事儿呀、啊。但如果现在时光倒回20年，嗯，你想跟他说一句什么话？第三个问题，且行且珍重。且行且珍重，可不可以给鼓掌通过啊？可以。谢谢谢谢谢谢郭师妹。还行。那该你了。好，那我们从这个我们邓会长这边开始吧。邓会长，您刚才也听到了。对对对，我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就。那你选择真心话吧。我只能真心话了，是吧？我再介绍一遍。来，经典问题，灵魂拷问啊！您的初恋今天在吗？那肯定不在、啊、我初恋在读高中了，但是大学都没有、啊、你的初恋现在在读高中？不是，我的意思说我在初恋的时候是在读高中的时候、okay. 所以说你读大学没不可能，那就不叫初恋，那叫早恋啊。邓会长这个偷偷的透露他是一个这么坏身的人。那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在知道的、哦、广东吧，在广东。那当年没有勇气讲出来，今天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会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哦，我知道这个有点像情景再现了，就是说假设他站在我的面前，当年你却没把这句话，当年那句话把小家当成当年的他、现在我要跟他说是吧，我长得不像高中生。关键是我当年该说的话都说了，是吧？那你们分手看起来是因为你讲的太多了。我们也没分手吧，反正现在还保持联系呢，所以我知道他在哪里。啊，今天讲的又多了。所以说你们说这个话要怎么说呢？当年没说的话，给他一句祝福吧。只能说给他一句祝福吧，就是珍惜现有的。别总想着我。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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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那个友谊的联系还是可以的嘛，这个没有错是吧？我相信在座人，这大家都是成年人嘛是吧？很多事情都经过了就已经看开了嘛。当年呢，你说遗憾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怎么也好，都是已经过去了嘛。就是珍惜现有的你要看开。也不叫看开了，我记得圣经上是有那样一句话的，应该怎么说？爱是很久忍耐，并有恩慈，想他的时候请打电话。谢谢，我们谢谢邓会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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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您的 name tag 我没看见。我没怎么掉。那是您就是自动选择自我介绍了是吧？啊，我想也不要自我介绍了吧，我肯定介绍不到一分钟，我也回答你的大冒险。那你总得，那你总得告诉我贵姓呢？我姓蒋，蒋蒋蒋师妹，你好。您是从哪个专业哪一年毕业的？激光821啊。为什么华科的女生一到温哥华就一个比一个年轻呢？我就觉得是不是啊？都是师妹，为什么是？那怎么会师妹？今天来的都是师妹，不是说了对吧？那您就选择真心话大冒险吧。好吧，给点掌声鼓励哈。给点，对呀、啊、对呀、啊，我都不好意思问您了，因为我当时也没在学校。啊，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问题。毕业有挑战，我也想变一下，我这灵机一动动不来啊，怎么办？那个我就问你一下吧，哎呀，问初恋这个话题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问。这样吧，你就问个别的吧，大家问个问题吧，好不好？有人举手吗？观众说就问初恋那个问题。没办法，下面主要还是师妹想问你初恋的问题，我无法拒绝。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主要是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刚才就很没来。现在人在哪儿呢？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在哪儿，应该不知道，真不知道在哪儿。就是
那有哪几位是？一句话。我不知道在哪儿，你说什么要问哪说哪句话是吧？对。那也没啥说，这是我小学五年级的同桌。哎、你就不说啥，我就说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对对是的。那要是真的在这儿的话，那就是大家多珍重。大家多珍重，多珍重。这个我觉得很难过关。那怎么办呢？那你要不唱，要不唱两句同桌的你吧。要不你就把你们俩那五年级的时候，小学的学校里头一起唱的歌唱两。那时候哪有歌呢？怎么没有？我都记得。那时候哪有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嘛。哦，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时候还唱这个。那我得唱这个。一是那个。就唱两句。那左右我也觉得像。唱个啥呢？我小学是八岁之前。或者我陪你唱，他就说让我这个跟他一起唱一句。你应该请这个跟上边唱，你挑错词儿。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唱一首我们小时候都记得的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啊，好不好？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谢谢。哎呀，这个应该。好，这是我最后一个，大家可能都很闷了，这个不问的。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就这么说吧，我自我介绍吧。好。然后唱两句，大家都说您是歌唱家是吗？唱了就不介绍了。那不就直接唱吧。好。直接唱，把当年梅对他说的那一句话唱出来。我不说那个，我不回答初恋的问题，因为我不记得谁是初恋。可以可以，他唱两句，唱两句。自我介绍。好，可以。我叫刘朵朵，英文名字是 Doris 刘。这是我们原来的老班长啊，就是唐少红，是我们原来老班长。这里有很多我们班上特别厉害的人。这个邓池是我们 SkyTrain 的大拿，有什么问题哪儿不 work 了，他都能搞定。这是我的同事，现在的同事了。来温哥华是2002年就来了，然后呢，就在一个叫 AMAC 的公司工作了10年，然后就在 SkyTrain， 现在工作了4年。这是我的大致情况。行，大家觉得能过关吗？最后一定要唱一句，能过关吗？因为我到今年才对上号，你就是传说中的朵朵歌唱家呀！啊，他们估计就是敲鼓故意敲的我。来一个，给你掌声！来一个，来一个，清唱，唱啥呀？清唱，清唱就先过。你最喜欢的歌？同桌的你，同桌的你，你不会唱？我爱你中国。自己喜欢的，自己喜欢的，塞北的雪，我爱你华工吧。绿绿的雨下山啊，可爱的怎么唱来着？我忘了，原来唱一个校歌来的。我没准备，我唱不了。好，谢谢谢谢谢谢朵朵，加油！谢谢。我知道大家都已经饿了，我刚才下台去主要跟这个我们重要的领导请示什么时候吃饭，这很重要。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我们请合唱团的，因为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要看，合唱团的师妹师兄师弟啊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排练了好些天的节目。我们请合唱团的各位，我们上台吧，好不好？有请合唱队。合唱队上台。手儿来，春天你要么到呀，你春花儿开，你春花儿
一朵花开得真鲜艳呐、啊，红牡丹呐、啊，染红了天呐、啊，一朵比一朵更鲜艳。请问一下护花师兄，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啊，我今天带的菜我亲手制作的，当于我夫人和孩子的协助。一个是红烧猪里，红烧猪里，另外一个是秘制藕牛肉，再一个就是凉拌芹菜，三大白菜。我的天哪，这三个菜看来都很受欢迎，因为当我去拿的时候都没有了。你们也太能吃了吧，我去的时候也没有了。谢谢大家的鼓励，因为我觉得我参加这样的校友会的机会很少啊，所以这次来了我要亲自下厨，拿出自己的最大的好这个手艺来公开校友的分享。我想打断一下，为什么说您参加这样的校友会越来越少了呢？第一个是我到这里来探亲呢是有限的，第二主要是我年龄大了，今年是将近82岁。哦，我1938年生，还你很年轻啊，很年轻啊。现在那个我校的校友来说，他是长得比较年大的年轻人，我来自称为长得还比较年轻的最老的老年人。两相对照起来了啊，咱这个今天就不比谁年纪大了，咱们就比一下谁最年轻。我觉得我们福华校友的这颗心呢最年轻，掌声。对，但是我这个我有一个年轻的心态，正因为这样呢，所以我现在的身体还确实比较好。除了这个膝关节有一点点退行性病变以外，其他的身体各项指标基本上没有问题。哦，多亏了有微信呐、啊。
我是微信群里我们浮华校友最忠实的潜水粉丝，我很多的鸡汤和新闻都是从浮华校友这里读来的。谢谢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早上起来，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看华科大温哥华校友会群，里面有大量的信息量，请关注。我需要声明的，就像凤凰电视台的那个一些栏目一样的，有些观点是主持人的，并不代表本台观点。我转发的一些链接和例子，我是想提供大家一些多方面的信息，并不代表每一个是我的观点。因此校友有些啊跟我要比驳斥，我有苦难言。我那次讲话是奇闻共欣赏，有些我也不同意，但是供大家来看看有好处，这样呢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就这个目的。谢谢浮华加油，我们以吃饱肚子的那种掌声给他一个大大的点赞，好不好？我现在正在骄傲的讲一点啊，就是永回忆到我的回忆，看到大家以后，因为我们都是在玉家山下共同生活和学习了四到五年，我当时是五年，我去的时候是五六年，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路，都是那个红色的石子路，那个路边的白杨大多就是比我这个手膀要细一点嘛，其中有不少是我亲自栽种的。那个时候叫做这个教育为这个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所以经常有些劳动。最有意义的就是那个玉家山上的那个松毛虫，长了毛虫以后啊，当时没有鱼了，全靠同学去上山去用手折，就把掐死。看到这毛骨悚然，当时同学一个一个的哇哇叫，那个声音到现在还能记得。所以呢，一下勾忆起我过去对这个时代的回忆，这里给大家也说是啰嗦几句吧。不能说啰嗦几句，我刚想问这个女同学怎么栽毛虫，你就说了。我很想请问一下，您太太也是我们的校友吗？我太太不是的，她是湖北医学院66年毕业的，是现在属于武大的校友，她参加了校友会，这才是绝配嘛，是不是？我们请浮华师兄的那个太太能不能也上来一下？我想问她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在吗？来吧，来吧，哎呀，没有，他曾经是760厂，我曾经发了一个帖子，8000来人的工厂现在倒闭了，是那里的基金医院的院长，待了14年。啊，见到大家很高兴。我先自我介绍，我叫葛爱华，我是湖北医学院61级学生，医疗系的。今天来这里又见到我们武大校友会的会长和同仁，还有我的这个师妹吧，啊，刚刚见了一个师妹，我很高兴。来到温哥华，除了探望我自己的儿女和外孙以外，又见到这么多亲人，我争取把身体养好，多来几次温哥华。好，一定会。那不是多来几次，那是几十次。太好了，借你吉言吧。谢谢吉言，谢谢我们今天两位师兄和师姐给我们做了三个美食，真的我一个都没吃上，请你再重复一下，能再带一次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请他们，下面就坐跟大家聊天，好吗？好的，好的，好的。20年后。还聚会啊！20年后，20年后还聚会，师兄。下面呢，你没犯错误，没犯错误。我们龟师兄是得到表扬。我们龟师兄是今天早上来的很早的人中的一个。我来的时候，他在挂这个东西。然后我来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终于有个高个的来了。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龟师兄，他呢在家的外号叫老龟。我以为他也就是跟我一样七零后的人，大家看像不像？像。温哥华太阳，温哥华太阳人呢、啊？他说他是五字头的女性。哦，就是。他85年来到温哥华。哇塞！是国家公派自费的留学生。我们听他跟我们讲两句可不可以？好，因为我觉得在同样的人生的旅途上，以不同的时间走同样的路，感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我们听我们的龟师兄讲两句啊。好，谢谢大家。刚才借他的话说，我没有犯错误，怎么会抓到这儿来？是这样，我呢就算是个功课难吧，虽然到这边来的比较早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讲的，我先自己介绍一下，我是77届造船系船体专业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华工当了2年半的老师，然后国家公派到加拿大读研究生。是我们的春晚参加的校友们请举个手好啊，今年春晚参加过的，春晚当时有一首传奇唱的大家如痴如醉哈，今天我们再继续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享受哈，我们有请思思。想看，可却恨也无妨。我要你的自然。
怎么没有？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大家参与的节目，就是由我们屈师弟、屈红军师弟，就是那个刚才来晚了半个小时，在路上拔刀相助的那位大侠人呢？大侠，哇，你看大侠衣服已经穿上了。我们每一个东南西各出三个人，跟我们的。这些学徒的都要严肃一点啊，你们这师傅都跟你们笑了。介绍一下我这个师弟，那个剑影为那半个小时他是拿真功夫，现在更是真功夫。大家刚才都吃饱了，没事儿，他们一起练，待会儿还能吃一顿，真的。
山山林林欢我回你是爱一朝大王流心中受，心中受，缤纷的山花呀，不要摇落你惜别的泪，立秋的追逐，不要去算你衷心的手啊，再见了大别山，再见了大别山，你牵去我的一颗心，我要把你铭记在心头。哦，还有，到哪儿？相逢又分手，我的祝结点烟，当我隔年再来游啊，再看一眼乡亲们，音容笑貌心中留，心中留。思乡的大嫂啊，再聚早啊，你辛苦的很啊，你花儿花的大款，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啊。乡亲们，再见了乡亲们，一天大别山呀呀，你呀我要把铭记在心头，铭记叫声起，预备，对对对，好，准备准备准备，加油，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加油，加油，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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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啊！继续获胜了，继续获胜了！预备。